他老爸生病，然后去河里面抓鱼，然后就抓到这些鱼，然后本来是打算给他老爸吃的。这半年呢，他回家了，看到这几条鱼没有东西喂，然后他就去河里面抓那个小鱼啊，放下去给他吃，结果他也不吃。后来直到然后他去县城了一个星期左右回来，那些小鱼啊，都已经腐烂了，都瘦了，然后他又把那个网把它网起来拿扔了，然后就没东西喂，一直这样放着，放了一年多。前几天晚上我去他家喝酒，聊到鱼的时候，他说啊，那个鱼缸里面放了几条鱼，放了一年多了没东西喂，瘦的只剩一个头了。然后我走过去看，我觉得太残忍了，我就跟他说拿去放生算了，然后他就同意我拿去放生。